《水调歌头·明月几时有》，作者苏轼，朝代宋。明月几时有，把酒问青天。不知天上宫阙，今夕是何年。我欲乘风归去，又恐琼楼玉宇，高处不胜寒。起舞弄清影，何似在人间。转朱阁，低绮户，照无眠。不应有恨，何事长向别时圆。人有悲欢离合，月有阴晴圆缺，此事古难全。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。明月从什么时候才开始出现的？我端起酒杯遥问苍天，不知道在天上的宫殿何年何月。我想要乘玉清风回到天上，又恐怕在美玉砌成的楼宇受不住高耸九天的寒冷。翩翩起舞玩赏着月下清影，哪像是在人间。月儿转过朱红色的楼阁，低低地挂在雕花的窗户上，照着没有睡意的自己。明月不该对人们有什么怨恨吧，为什么偏在人们离别时才圆呢？人有悲欢离合的变迁，月有阴晴圆缺的转换，这种事自古来难以周全。只希望这世上所有人的亲人能平安健康，即便相隔千里，也能共享这美好的月光。